欢迎收看今天节目，我是詹志祥啊。今天八月二十号的一个时间，现在上午11点的零一分。首先呢，我们昨天呢，阿强老师这因为身体不是很舒服，所以昨天的节目暂停一天。那当然你有看昨天阿强老师 Light 的好朋友，你知道啊，昨天盘中的一个提醒。昨天盘中的差不多10点左右的一个时间，我们发出一个这个 LED 啊，阿翔老师 LED 的一个盘中的一个策略，这个盘是偏多继续操作，但是上方10500这个10518啊，接近颈线的一个位置压力比较重一些，接近压力区啊，你买股票要买底部的股票，要买超跌的股票。超涨的、急涨的、高高在上的、高位接的，一概都暂时不要去追它。等一下我会来跟各位说明这个逻辑是什么。然后另外呢，昨天我们也特别谈到，你可以买一些生技股来去做避险。今天我们所有会员朋友手上昨天买的两档生技股，今天都大涨啊。那这两档生技股我暂时不公开，因为尾盘之前我还要考虑要不要再加嘛。所以这会员朋友你就跟紧讯息。然后另外我们先回过头来，第一个部分这个盘势上方的压力的确是比较重。从今天的盘面你其实就可以看得出来，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昨天的美国宣布了对华为的一个制裁延后了90天。这个对台股来说它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利多。好像上一次中美贸易战稍微和缓，对华为一个制裁稍微比较放松一个情况之下，当隔一天呢，台股就整个大涨喷出去。我还记得当时候3081的一个联亚在先前也是这样子因为华为的一个消息出来之后直接往上跳。但是你有没有发现这一次的一个力道不足，明显的不够这显示出来什么？显示出来短线指数连续往上攻击过，连涨两天之后，今天再冲高力道已经开始有限，然后上方的一个压力水位是比较沉重的所以你看这么大的一个利多指数最高冲到10538，虽然是过了前波高点10518的一个颈线位置，但是冲过去之后反而压回，现在又站上10518之上，现在来到10524，但是表示什么？力道不够。虽然说它还是多方在控盘，但是攻击力道不够攻击力道不够所以说我会请会员朋友在昨天开始先买进一些生技股的原因在这边，因为生技股本来就是大盘在比较震荡的时候来作为防御型的一个标的，而且掌握了一个位置之后这个获利的这个股性也很活泼了，获利空间也不错所以我要恭喜会员朋友昨天买进了生技股所有人，所有阿翔老师的会员朋友今天是大涨的。那当然我们再回过头来，就是说到目前为止它还是多方在控盘，因为明天也是这个台指期的一个结算的时间点，礼拜三所以现在我们都很清楚，外资从先前这一天开始一路这样子买期货的多单一路是买期货的多单但是它现货还是卖的，但是它期货多单已经增加超过10000口所以这个盘它其实外资是两手策略，那内资是拼命做多但是呢你还是要注意，到目前为止短底有机会在今天形成，但是问题是上方压力还是非常的沉重。上方压力还是非常的沉重，意思就是说今天就像我昨天跟在传真稿当中有跟会员朋友特别谈到，这个颈线的位置不管过或者是不过不管是有没有冲上去或者是没有冲上去都还会有压回，都还会有压回。只是冲高的一个空间在哪里而已所以说这个盘为什么一开始我跟各位说，你要嘛就买底部的股票，超跌的股票，不要去买那种高高在上的高位接的股票因为冲高开始震荡，假设它冲高之后回高高在上的股票获利卖压很重很容易像那个滚雪球效应，会很容易滚下来，理解这个意思吗？所以说在昨天我也把5G 相关的股票先行获利下场
哦，像我们这个五三八八的中磊啊，这个，我们先前持续在节目上面也跟各位分析他嘛。哦，我们先下车，然后4906的正文也是直接先下车。哦，下车的原因不是说已经不看好，而是现阶段的一个盘面架构上的一个关系。哦，比较高位阶的股票先下车，有回再来买。哦，有回再来买。当然你也不能说啊，少数的股票一直往上冲，那是特例。我们讲的是一个整体的一个概念。哦，所以现阶段买底部的股票，买超跌的股票，不要买高高在上的股票，不要买超涨的股票。哦，然后一部分资金可以拿去做生计上的一个避险的防守，因为指数不管过去仅限过与不过，这个盘过上去之后还是要回，还是要回，哦，这个冲上去再回，哦，所以说这个各位好朋友，你现在很清楚为什么阿翔老师，哎，昨天盘中 LINE 的讯息要告诉你可以买一些资金放到生技去。好，我们再回过头来，这波大盘其实我们掌握的算还算是非算是精准，除了这几天哈，哦，大涨大跌掌握有点失真之外，哦，其实你一路追踪阿翔老师的节目，每天收看的朋友，或者是你去看重播的好朋友，你都很清楚，在前面这一波我们是完全没有受伤，因为在7月30号的当天，哦，当指数还在离10900多点附近的时候，哦，你有加入阿翔老师 LINE 的好朋友，你也很清楚，因为当天7月30号这一根，哦，这一根啊，这根黑黑棒的时候，那一天9点半的时间，我是从9:20开始就通知会员朋友赶快出股票，啊，抽回 70% 的现金。在那一天9点半 ,7 月30号9点半的时间，啊，所有的 LINE 的好朋友也收到讯息说阿翔老师已经让会员朋友抽回 70% 的现金。哦，那时候我们只留下一档股票，所以没什么影响。哦，所以回过头来，哦，一波修正下来跌了800点完全没受伤。哦，那这波的一个震荡整理过程当中呢，那当然我们手上的股票目前获利当中，不管是瓶盖也好，生技也好，甚至到这个行元件也好。但是更重要的事情是我们再回过头来看。哦，再回过头来看。我们先来看行元件的一个部分，瓶盖等一下再来谈。行元件的一个部分，哦，其中呢8182的加高，哦，8182的加高，哦，先前一波回撤下来震荡整理。哦，那我先前有跟各位比较过一个重点，哦，今天量缩，哦，今天量级缩了，哦，看能不能够有效收红啊。8182的加高，我先前跟各位比较过什么东西，第一个部分，哦，比较的是这个，它的每股净值25.86，目前股价21.6，哦，明显是低于净值。哦，一家公司它已经持续在获利当中，那当时候先前股价低于净值是因为它的展望不是这么的好，哦，像去前几年的时间点，哦，行元件的一个产业它呈现是供过于求的一个状况，但是在今年开始，从应该没记错的话，大概第二季开始，日本公司已经开始策略性的一个减产，哦，策略性的一个减产，所以现阶段的行元件的一个在全球的一个供需状况，它其实开始迈向一个比较健康的一个情形。哦，所以你会看到，哎，像3042的经济，哦，这个龙头嘛，哦，还原全值的话，它现在得股价在高档强势的一个震荡，对不对？创高之后，哦，浮息配息，高档强势的一个震荡，而且还是高点有过高嘛，很清楚的高点有过高。像2484的西华，哦，也是一样。哦，那当然现阶段来说，这行元件的一个这几只股票，它还不像有些电子股能够冲得那么活泼，哦，但是呢，你随着这个产业供需越来越健康的情况之下，当然你的趋势线当然逐渐在往上走。另外这个加高它本身还有另外一个题材叫做什么，它转投资的公司6672的裕泰，哦，6672的裕泰，哦，先前挂牌之后，哦，飙得很凶一段，哦，他持有股份不多，但是差不多接近3%，哦，虽然不多，但是转投资的这个子公司挂牌之后有好的表现，诶，当然对母公司来说会有一个不错的一个机会，哦，所以在行元件厂当中，哦，目前来看，哦，不管是加高也好，这个西华也好，然后再来这个
经济也好，相对表现哦，在最近这几天虽然没有很强势的冲出，但是由于它先前根本没有跌，然后根本也相对强势的一个状况。然后另外除了石英元件厂之外，哦，要跟各位谈的就是瓶盖的一个部分。哦，瓶盖的一个部分呢，其中呢，哦，我们先来看3008的一个大力光，3008的一个大力光，哦，这个最近呢，昨天呢，啊，有外资啊。外资调降了一个所谓的平等，从中立变成卖出，啊，昨天指数大涨，啊，很多股票都在涨，大力光逆势往下跌，但是呢，今天马上又守住。过去的一段时间，大力光，啊，的确有一些外资在采取一个调节的一个动作，但是我们都很清楚，清楚什么？这一波的一个大盘，台外资，啊，从先前10900多点一路调节下来，它是采取一个卖现货的一个方式在抽资金回去，啊，所以相较之下，虽然说大力光昨天被调降平等，但是总体来说你会发现，哎，外资对于大力光的一个卖超的一个张数跟金额并没有这么的多，所以从昨天的一个报告上来看，调升顺香港顺宇光学的一个平等评价啊，调降大力光的一个评价，似乎在这个股价上面来说，哦，影响不是这么的大啊，因为其实大力光过去一段时间，大概过去一个月的时间，光谷是一直有在进场去做防守的，啊，是一直有在进场去做防守的，哦，所以大力光今天马上立马经过昨天的一个报告上的利空，今天立马回稳。更重要的一件事情要注意的是什么？大力光先前的一个法说会啊，也谈到，因为他发表七月营收，公布出来一个数字是算是一个非常亮眼啊，今年的一个新高的一个数字，月增34%，年增3%。好，那今年苹果的一个新机当中改采一个所谓三镜头，其实对大力光来说，它本身是一个有利。那昨天的一个外资的报告内容所担心的是什么？担心的其实这个跟我们看法一样，就是说新机的一个数字，销售的一个数字没有办法有效去弥补大力光提高这个单价，提高这个三镜头的一个质量的一个数字，哦，他的看法是这样，但是基本上这也符合我们的先前对于今年瓶盖股的一个规划，第一波的拉货，哦，目前正在发生当中，但是第二波的拉货不一定会发生啊，因为新机上市之后，九月发表之后开始正式上市，甚至正式上市之后，你还要看销售的数据，才能确定说，哎，十月多之后是不是有第二波的一个拉货？啊，所以我们现在看的瓶盖股，针对的就是它首波七月份、八月份的一个拉货时期。今天8月20号，9月10号以前会公布八月份的营收，哦，所以现在看的是这个部分。哦，因为毕竟大力光先前就说过了，八月营收会比七月营收还来得更好。哦，过去大力光开法说会，它其实内容预测都还蛮准确的，而且算是一个非常诚实的一间公司。哦，所以大力光的一个部分它表现是这样子，那所以说在这个时间点，哦，你还是持有像是叶城的，哦，或者是 TPK 的，哦，又或者是这个其他的一些瓶盖股的部分，那当然啊，会建议的就是持股续报，啊，基本上目前没有太大的一个问题，啊，反正总结下来，啊，你可以听得出来，因为阿翔老师的股票不多，我们带会员朋友做就是三档以内带进带出，最多就只有三档，单股188的一个特别的一个专班，它是一次只会做1到2档，啊，一次只会做1到2档，有卖掉才会再买新的，啊，这是我们严格控制持股档数。哦，因为我一向认为你今天股票不需要多，哦，假设你今天买了10档，啊，买了10档，哇，有一档买到像是这个，对不对？有一档买到像是6411的经验，但是你的资金配置，假设你是100万，你买了10档，其中10万，哦，10万肯定也买不到经验，先前买得到了，10万买了一张经验。好，因为他先前假设你是90几块买，你10万，对，你总资金100万，然后你买了10档，然后一张买到经验，然后现在赚差不多快接近高到20块钱，很开心，哦，赚了2万一张，赚了20块一张，2万一张，但是你的 total 其他9只股票都没有涨到，假设是这样子，那表示什么？你的100万
啊，分散在十档股票当中，每一档股票都买十分之一，然后其中一档经验从95块涨到115块，一张赚20块钱，赚你2万块钱很开心，但是你总投资金额的报酬率是多少？只有2%。这样一段涨上去只有2%，对不对？这个就是一个盲点啊，这个就是很多投顾老师的一种话术啊，你了解我这个意思吗？好，所以阿翔老师常常在讲，为什么你今天看阿翔老师的节目，我节目上面讲的股票就是你会员朋友所做的股票，那我节目也不会有天天涨停板，为什么？因为我们股票就这么多，我们昨天买了生技，今天大涨，很开心，真的在赚钱，我们持股就在三档里面。好像我们先前做6278的台表科，所有会员朋友赚30%，前面这一波是我做的，啊，前面那一段赚30%，54块做到71块。像我们先前做微影3趟赚120，啊，不过微影有后面有点可惜，它没有回，所以这个又冲高，啊，但是你会发现又冲高，啊，我是卖在这个位置的，这个位置，哦，3趟总计3趟赚120一张，后面这段我没有做到，你会发现阿翔老师没有做到的股票，我就跟你说没有做到，因为我股票就3档以内，带进带出。三档以内，你只要做到一档，啊，真正赚钱，涨个3-5成，你就真正赚钱。就像假设你跟着我，假设你是买到经验，三档当中，啊，100万当中买了3成的经验，对不对？逻辑就不一样，啊，这个要很清楚，啊，所以阿翔老师一直常常在讲，我们节目上讲的股票，就是会员朋友所做的股票，啊，当然这有点题外话，我们再回过头来帮各位做一个总结，结论下来。好，做个结论下来，目前盘势它还是维持在多方控盘当中，但是随着往上冲高之后，上方的压力会越来越重，啊，上方的压力会越来越重。昨天这么大的一个利多，华为制裁的一个动作延后90天，啊，但是呢，今天指数的一个攻击力道到目前为止只有涨了40点，啊，就显示出来10518之上开始慢慢进入一个比较沉重的一个压力区。所以你在这个时间点的一个选股的一个原则，你要买底部的股票，你要买超跌的股票，啊，另外你可以买一些生技股拿去做防守，啊，策略会非常非常的清楚，啊，现在我们所关注的股票包含了瓶盖，包含了石英元件 5G 的部分，等有回我们再来买，啊，另外就是生技股的部分，啊，希望今天的一个策略，今天的分析，好，各位所有观看节目的好朋友能够喜欢。那如果说你也认同阿翔老师的分析，啊，想要进一步了解跟着我要如何操作三档以内带进带出的一个方式，啊，欢迎这个打电话进来跟着阿翔老师这个做个咨询，啊，阿翔老师会帮你做好您的专属的一个这个投资上的一个规划。另外又或者是你可以先免费加入阿翔老师的 LINE， 小老鼠小写的 T2330。最后感谢所有好朋友的收看，我们明天再见，谢谢。本公司以往之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且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